this place, I think, have a power to invite many people. Also, artwork very close to the life. Japan and Taiwan have a very sad history. So I'm afraid, especially indigenous people don't like Japanese. Sometimes collaborate work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my aim is just to make art for using the people. But Banai can understand. Also, he very kind to me. Usually, I went to artist in residence program. That time, we met just artists. But in here, I met not only artists, young people, also older people. This is not for me, not like residency. I could communicate more. So next year, and or in the future,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come back again. I would like to spend my life and artwork together again.这次很开心可以来到日本驻村，然后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是我第一次到国外驻村，在不是台湾。在这边其实有非常多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一起在这里驻村，所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经验，跟不同的国家的艺术家交流，我觉得非常好玩，非常新鲜。 然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气氛还是跟台湾很不一样，就是日本人的精致、细心，然后干净，所以跟台湾是一个跟住在台湾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这次得到这个驻村机会之后，我发现就是从台湾、台东到九州，其实方向跟黑潮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延续我从去年开始的水文计划，再做第三件，就是描述水文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作品我取名叫 Current， 就是海流，然后材质是用金属和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因为这个材料其实就是用来做渔船的材料，然后它本身是半透明的，透光就像你在海里游泳的时候看向海面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件作品其实是要表达，就是全世界不同地方，我们是通过海洋联系在一起的。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材料是最适合我，跟我有最大的关联。我后来想，其实头发这个东西，我妈妈是理发师，从小我们家就是一个理发厅，所以我回到家看到很多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来剪头发。那我每天下了课回帮忙打扫，就扫这些头发。 所以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头发这个东西是一个被遗弃的东西，甚至有些人觉得它不干净。对我而言，它是一种很亲切的东西。我称呼它是一个剃度的概念，因为其实在佛教的剃度里面，很多出家
人他必须剪就完全剃光他的头发，因为头发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我们对过去的一种牵挂或者是一些的烦恼，所以其实出家人他们剃度，他们剪光他们的头发是想要跟过去的人生或是生活做一个切割。我这一系列的作品就是想要在用头发创作出一系列人们在一个状态底下有点无法自拔，他没有办法解脱他当下的状况，所以进入了一种情绪里面。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大部分是表现一种情绪的一种状况。